我为什么想赢呢？是因为我害怕输。认为你是一个花瓶式的演员。我现在依然是花瓶。戏子，我当时非常愤怒，假装包容，就微笑演淡定。以前一直想被证明我是个文艺青年。他脸色都发白了，我把他抱起来说：“我的儿子，这是个考试。”团队所有的人全部膜拜了我的儿子。杨澜访谈录上集精彩回顾。如果当初有足够的学费啊，你是不是真的就去欧洲要去学做设计师？我拍了两部戏之后就不想去了，因为虚荣对我的吸引力太大，觉得好像自己闪闪发光一样。那时候每天早晨起来这种心情都不一样，是吧？特高兴。那为什么你说这个演了画皮之后你才真正喜欢演戏？我一直没有得到兴奋感。什么时候开始让你有了兴奋感？当我知道我可以不做演员的时候，我兴奋感就回来了。我说来休息一个一年半吧。我的经纪人这个先给我奖金，你不害怕被忘记吗？不是，他应该最更真诚的说，那我们吃什么？一般他们不敢跟我说，他们不敢说。刚开始演出来很高兴，从我家走了三里屯找个咖啡馆坐下来，阳光晒着，我还是写日记啊，写就延续了一个星期之后说，哎，陈坤你别骗自己了，切割自己的永远是自己，钻石如果我们自己是钻石的话，只能用钻石来切割自己。拍摄完电影《画皮》之后，陈坤突然就和较劲了十年的表演这件事儿和解了。他找到了内心对表演本身的热爱，恰逢其时出现的电视剧剧本《故梦》让陈坤眼前一亮。什么叫离经叛道？额娘，两期上面错了吗？虽然拍摄完成播出后，剧集本身寂寂无闻，并未引起太大关注，但正是这部电视剧完成了陈坤在表演道路上的最关键的转折点。紧接着我拍完这个戏之后说什么，我就拍电，我就要拍配角，我就要拍商业片。我说我不是最害怕拍商业片吗？那么梦寐以求想要自己为就那时候所有的其他的那种所谓人为的那种框架和界定都不重要了，一个一个我在看到我自己身上出现的问题，突然这个智慧之门被打开了，是有这种感觉？也不是，就是突然就是我太执着了，就是我太执着。我为什么想赢呢？是因为我害怕输。我为什么想证明呢？你害怕被忽略。因为我以前一直想被证明嘛，证明我是个文艺青年，好像文艺青年比普通人要高一等，没有没有这回事啊！你很享受这些配角，而且好像自己去要求这些配角，甚至让导演们都觉得有点意外哈。意外，他们傻了。他们傻了。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这样的。从我出道到现在，就貌似在角色里面，我就是被当主角的人。所有的镜头对着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珍惜过。但我从来没有换意把我跳出来。把我想成是一个配角朋友的身上，我经常会因为一个配角演员他那儿使劲的很专注的准备的时候，我会嘲笑他，说演戏太不松弛了，太不松。我以为我是松弛，但是我不知道是上天配的菜给我里面给了我最大的自由。我没有站到跟他一样的平台上去珍惜一个角色，和一个镜头在身上留的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说，好，我试试一点，我说我太不珍惜了当主角。就好像理所当然的一样，我应该试试去当配角。用配角的心态演主角，有可能对于我来说会珍惜每一秒钟在荧幕上面发生的东西。所以那每一个当下就是我的修行。所以当我开始去跟那个导演讲，我说我去演配角，我来演。你说让子弹飞吗？任何一个。任何一个。2008年之后，人们发现陈坤的电影突然增加了很多配角角色，《建国大业》里的蒋经国，《让子弹飞》里的胡万，而《让子弹飞》中这个小管家胡万的角色还是陈坤自己向导演姜文主动争取来的。黄老爷百忙无暇，特命我黄府大管家胡万礼貌礼貌，欢迎县长。来者不善啊。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陈坤还为我去的时候，我全心全意地关注在我的心里，我尽量多的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心里和这个角色身上。因为你突然发现你只有那么几分钟时间。你怎么非常有限，点对点到了就行了。对，他能理解吗？一个一直演惯了主角的人突然要求演一个配角，演那么一个小流氓。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因为我不在他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不能理解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但我觉得我在拍完第一场戏的时候走过，然后你平时做什么练习啊？我说我做打坐。说起对这个表演真正的开始去体会它，而且在享受它，
拍这个龙门飞甲的时候这种感受特别明显，在屏幕上出现的陈坤不一样了。我现在也很高兴，你知道吗，就是他只要心里的那个真的是你在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嗯、再难你都会觉得你眼睛在放光、嗯、所以演角色很多人说跟老爷在一起特别辛苦，嗯，那个龙门的时候那个风沙，哎、嗯、我回过头去看真的是挺辛苦的、嗯、但是我在当时完全感觉不到、嗯、我注意力不在那儿。嗯，我们动手。在电影《龙门飞甲》中，陈坤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脾气十足混迹于江湖的风里刀，一个是阴柔鬼魅心狠手辣却武功高强的西厂公公羽化田。戏中的陈坤不仅有和李连杰过招的武打场景，还有自己两个角色互相假扮对方的复杂戏份。这部剧拍完陈坤觉得过瘾了，但是也快在戏里精神分裂了。还用问？自己拿自己那份能搬多少就看自己了。这种办法对我可不利。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他当他赋予一个演员一人两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这个演员极大的一种肯定和信任。我没这么想啊。没有这么想过吗？那所以徐克，我这么想很有压力。我想的这是周迅跟杰哥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喜欢我用配角的思维想事情是什么呢？不存在一个大电影的票房压力，其实我是在逃避。啊，不是说我现在没有这个能量，但是我不奢望这个事情。你知道人是这样的，为了太想证明我在这个电影里面重要的时候，你无形中给自己设了一个障碍。嗯，而且你会表现过度，是吧？会 over， 对对对。杰哥在，杰哥你顶着，这不是我的事儿。完了，周迅你顶着，你们是男女主角，我该怎么演怎么演吧。你要在一个轻松的状态里面，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该放的事情里面。我在整个过程非常的愉悦。嗯，你不要低头，低头很难打头。我。要他两个吗？我你对我的愤怒现在是爆发出来。在电影拍摄之前，为了更好地完成角色，陈坤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体能训练。吴少棠是同一个意见的。马上，2月份要拍，我就准备2月份拍嘛。他们说突然推到10月份去。好，为什么呢？给了我8个月时间练习，并且有一个电影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推掉。原来在8个月的过程里面，你一直觉得。我千万不要站在杰哥面前，让他一次一次的 NG。所以当你真正面对李连杰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能够演出这个片中人物的这种傲慢和不屑吗？这两个思维方式，如果是陈坤对李连杰，我演不出来。但是羽化田对周淮安就可以。我脑子里面，你知道吗？你看我所有的思维方式，我是在脑子里面建立一个很奇怪的转换。我在假想很多事情，就是演员的天性，这演员的天性。只不过我在生活层面想把这个天性打破，想回到完全自然的状态而已。我的生活和我的行为尽量自然，但是在现场我看到杰哥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压力。我在要演这个戏怎么办？我在想，哎呀，死了我怎么办？我在那儿打坐，我突然脑子里面跳出来说：“陈坤，你干嘛要紧张？你以为你是羽化田吗？你不是，你是陈坤。羽化田跟周淮安的事情交给他们俩去办。好像感觉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瞬间上去就搞定了。这时候你会从对方的眼神里得到某种肯定和那个反应，对不对？我得到的，你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就我在演羽化田的过程里面，我根本是不需要看对方的反应的。但是这种交手，这种对手戏的感觉，你肯定是要，就我是觉得是这种能量的一种交换，对不对？就当你特别惰定的时候，你这能量不是自己抱在自己这里吗？是要出去然后回来的，是不是？不是，关键是你知道吗？到事后我才知道杰哥有多让我，你知道吗？肯定让我吗？就好像我现在就跟一个年轻小朋友一起演，我也不能，你明白吗？真的那个是吧？动狠劲儿啊！因为我跟他不是势均力敌，他自然就让了我，所以我非常感恩他。你知道，你每一个角色的成功，全是身边的人帮助你完成的。其实杰哥是在让我，所以让我出来。就你要想，你想我怎么打，我打得过他，打不过。
我刚才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态发生了某种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其实你会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变化。你会吗？就是比如说你从李连杰那儿，比如说你从周迅那儿，从赵薇那儿，他们可能会有时候发现你的很大的变化。有可能。有可能吗？那他们有没有向你表达这种发现？他们会鼓励我，对。就我就觉得，就比如说拍戏啊，拍戏。觉得，哎，我说不出来具体的，但是我能感觉得到。比如说这次拍完《画皮》以后，你的这几个老搭档，他们都跟你搭档了十几年了，对不对？但他们不好意思夸我，是吧？就大家差不多，觉得有点肉麻，就比如说我，兰姐，你节目做得很好，就是你这个，他就，但是尊重，但是我想他们还是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肯定吧。肯定的，小迅的那个他就会，我们会在一起看电影，看电影完了就讨论的时候，他会更多。会有可能觉得这一个类型你可能会更好，那个类型可能在之前的一两年我们不会谈论的，这个类型有可能他是觉得我在进步，那同样我会接受他的建议，我说哦，是的，我要去研究一下，那就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像学部委员在开会一样。我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是在一起生活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是邻居，所以经常会在一起聊天的过程里面会谈到一些有趣的话题。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先那个兰姐跟你介绍一下，就我对于浅薄的谈话也可以应付，但是我会带着不屑，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跟有意思的聊天可能两三句话就足以了，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很傲慢的人，看得出。我们等会儿聊一下傲慢这个话题。比如说你曾经口出狂言啊，说给我三年吓死你啊，这是指你的演技方面。从现在开始算。从现在开始算。当时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说出这个话？开玩笑。你知道年纪小，就是我年纪小的时候没有那个释放过。现在年纪大了，找一些契机借这个开玩笑的方式发泄发泄。发泄发泄，其实口出狂言也挺好的。挺好的。这也是一种自我的解放啊。是的，是的。在出道以后很长的时间啊，认为你是一个花瓶式的演员。我现在依然是花瓶。对于这个词儿有过心里的那种纠结和过节吗？有，我对很多关键词都有纠结。以前说戏子，一触到戏子都跟我没关系了，马上就暴怒是吧？我说为什么这种人格的侮辱是不是？对不对？只有在中国，以前有了那个下三流的，你们才知道，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个职业。小时候就对很多关键词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反倒这两个字成了我修行的一个助缘，就我就一直看着戏子这两个字。之前看到有人在微博上说戏子，我当时非常愤怒，假装包容。就微笑演淡定演淡定啊！你看，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演东西，就演骂我戏子，我就哈哈，或者是有些时候风轻云淡，还故意写点风轻云淡的话题，因为演员最喜欢演了嘛，对吧？演给所有人看，平常的人也都会演的，在完了之后，但是这个字深深的扎上了我的心。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写了一个更虚伪的状态，是说如果一旦有人骂了戏子这个话，他造成了不好的感觉，我就一个人承担。我觉得我在现在再回过头就觉得对，做作，矫情了、你还是没过。我有一天跟别人喝酒，那个有一个人敬我的酒，完了之后我说我不会喝酒，说哎，你们这演戏的什么，我说我第一句话说我对我是戏子，所有人鸦雀无声的那一刻，你知道吗？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很莫名的兴奋感啊，因为意志一个快感，因为你把对方弄到尴尬的境地里了，对不对？我就好像我那一刻我特别高兴，那一刻我深深记得到最后，我接受所有的大家对我的话题，是发自内心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终于变了一个概念，是戏子是两个字，白痴也是两个字，伟大也是两个字，所有都是字。那所以现在我为什么我快乐，是因为我打破了这个框架。但是我不能说完全啊。花瓶这个词也曾经困扰过你很长时间。没有，花瓶没有困扰过。没有吗？我自恋。那你不会觉得自己哎呦，我们是实力派的演员？我从来不想。只是偶尔长了一个偶像派的面孔。小时候是记者朋友们这么分的。他说你长这样是花样美男，你应该成为实力派。我当时觉得好像是因为心里那时候自己的判断弱嘛。好像实力派更高一点。别人带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现在长大了就觉得，哎，我就是个演戏的，演好了最重要。我说老天赏我一张好看的脸，我该自恋自恋吧，该吃饭吃饭吧，该演戏演戏吧，就是这样。我觉得先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演员要对自己心里过一个关，你过一个关了之后呢，很多东西都会变得不一样。
就是我不是最我以前的存在存在，嗯，或者我的长大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存在的，嗯，别人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嗯，现在呢？现在我觉得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对演戏这个事儿来说，你只挑自己有兴趣的，你不会为了拍戏或者为了怕别人忘了你而去选一个角色，对吧？对，要忘早忘的，嗯，早晚也会忘，只是今年忘还是过三年忘，不是一样吗？嗯，我只不过多赚了三年钱而已，是吧？那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最不应该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忘记。可是其实做演员最怕的就是被人忘记。那我偏要学不要害怕被人忘记。这个是早晚的事儿吗？是吧？嗯，是吗？不一定吧。一定。有一些演员真的可以演一辈子戏的。张扬拍《飞越老人院》。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嗯。万众瞩目，我妈妈都是他们的粉丝。嗯。到现在你再一问他。嗯。当然，你说从某种意义上他没有忘记过，但是还是记得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吗？但是老百姓和观众朋友们，他们都希望记住我最灿烂的那一刻。嗯，这个灿烂这一刻是没有必要去维持的，是吧？因为我花很多力气去扮演一个最灿烂的样子给你们看，我太累了。嗯，对，毕竟我都不知道观众们喜欢陈坤是长什么样。我以为他们喜欢的是我的内在。嗯，也许我，但他们喜欢的是我的脸。但也许我认为他们喜欢的是我的脸，但也许他们希望是内在。我怎么搞得定他们想要什么？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之上，如今的陈坤似乎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行走的方式和方向。而当回望之前走过的这段人生道路，陈坤坦言，觉得曾经的自己很像是名利场上的暴发户，沉醉在这种虚荣之中。但同时，天生敏感的他却又对突然而至的名利和财富产生了巨大的恐慌感，觉得也许我不配拥有这些。在自己的书中，他更是坦诚地将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一通过文字剖析在了读者面前。在这本书里，我觉得写了一点特别真实的一种惶恐，就是说也许我不配，也许我不配得到这些。所以我一直有，我觉得我不配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你应该加快步伐的时候，我曾经试过，确实不是我的节奏，还是回到该回到的心态上面。什么时候这种想法特别强烈？就是说，也许我不配得到这个。2006年，我曾经得了一段时间忧郁症，我觉得我得了抑郁症了，我觉得非常糟糕。我觉得我不喜欢，因为你知道，我从小长到大的人生观里面，我很小就有自己的小小人生观，塞翁失马，原来是焉知非福。其实我不觉得现在发生的好的事情就一定是好的，可能这个人生观到现在酝酿了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未雨绸缪的态度。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福兮祸兮的问题，就我们老是被福兮祸兮带着高兴难过高兴难过，但是我呢想要的是平静，我想要的是简单的快乐，什么方法能够让我简单快乐，我就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杨澜对话陈坤，稍后请继续收看。你对洗澡这件事儿念念不忘？洗澡，穿自己的小衣服那种。妈妈说啊，倒是这样子啊，去洗澡，我现在人少，出来闻着那个凉的空气那一瞬间，你心里充满着幸福。我跟你分享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骄傲。他今年才10岁，他对所有的人全部膜拜了我的儿子。我等你儿子长大。我说那不行，那多优秀啊。陈坤小时候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离异之后，陈坤一直跟随着母亲一起生活。作为大哥的陈坤还要帮着母亲照顾着两个弟弟，在他看来，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就应该充满着不顺利和各种碰撞，正是这种逆境才给予了自己寻找正面能量的力量。还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你对洗澡这件事儿念念不忘。洗澡就是无数次的提到小时候洗澡这件事儿，为什么对这些细节记得这么清？他们至于我为什么回忆，他们的回忆是具体的，在成就我快乐的那个砝码。你看啊，小时候没有澡洗，能洗一次澡我就特别的开心。多难得洗澡啊。家里呢是住那个巷子，就像北京的胡同。哎呦，没有胡同好，还没有胡同，没有胡同好。完了之后，我们家里洗个澡呢，夏天呢还能站在那个过道里面拿盆水就洗了。上洗手间呢走很远，冬天呢就很惨，要跑到外面去洗。那家里很穷嘛，洗一次澡好像就一两毛钱呢。那时候就一个星期洗一次。就
就是身上发臭了，你也得忍着那个时候去洗。每次到洗澡的时候都是特别兴奋，那是那个周末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就等待洗澡，需要做好所有心理准备，带上自己的小衣服呢，就妈妈说啊，到时间了，咱去洗澡吧。现在人少，你现在去洗洗了，快点回来，别滑倒了。就去。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叫了那个飞机跑到那个他们的下面，他们是一个重庆是山坡嘛，你从这一个进去了之后，你还下坡进去一个洗澡的房间的时候，它有个厚厚的帘子，厚厚帘子是重庆没有暖气的，是吧？他就把那个热气捂在里面，那个厚厚帘子巨厚。就你靠近那个帘子，那个掀那一瞬间的时候，那个热气咔嚓出来的时候，你特高兴，就咔就进去了，老是看不见人，就开始脱衣服。我们那个时候脱衣服是没有柜子的，那个时候人风这个民风比较淳朴，没什么可偷的，都是在澡堂里待，就没什么可偷的，不像现在手机多，是吧？脱下来放在那儿，他能进去也是慌火，有时候小朋友也会在里面，还约好了，就跑在里面洗澡。就好像把身上一个星期的脏的东西洗掉一样，永远带着那种快乐，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哈。当你每次离开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节约用水，现在觉得很不环保，就是一直在里面玩，到最后出来跟小朋友出来，当身上湿湿的出来的时候，出来闻着那个凉的空气那一瞬间，你心里充满着幸福的感觉。杨澜对话陈坤，稍后请继续收看。我把抱着他在我肩膀上，趴在我肩上默默流眼泪，我也在流眼泪。到了医院，他缝针的时候就不能打麻药，就缝。我就让他咬我的手，他咬了一口，他马上就送了，没事。他的脸色就苍白了，他们所有人全部膜拜了我的儿子。我等你儿子长大，我说那不行，多优秀。这里记录的是一个人和他的时代。1946年。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女硕士王光美放弃去美国读博士的机会，离开北平奔赴延安，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此时季羡林刚刚从德国回到北平，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继续潜心研究梵文和吐火罗文。1982年，季羡林回到母校济南一中参加校友聚会，不远处的济南二中，17岁的巩俐最大的心愿是能考上一所师范学校。2006年，巩俐来到英国参加电影《迈阿密风云》的首映。不远处的克劳伦斯宫里，58岁的查尔斯正和卡米拉庆祝他们结婚1周年。此时，泳池里的菲尔普斯正备战北京奥运，在水立方。他一人夺得8枚金牌的传奇将令世界为之惊叹。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杨澜访谈录走进这些历史风云人物，以独特视角为您讲述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年少时陈坤经历过的清苦和如今的生活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反差巨大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经历过人生道路上的贫困、富裕、暗淡、繁华之后，陈坤才发现历练内心的强大，培养正面的力量则更为重要。有了儿子之后，作为父亲的陈坤也希望能把这样一种人生观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儿子，让他在人生的行走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我跟你分享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骄傲。他今年才10岁。我们今年团队的人呢去苏梅岛，20几个人，我们就骑摩托车。就他呢跟一个小伙子，跟我们公司一个小伙子骑摩托车摔了。那个腿啊，他的腿这么细一个腿，但是他凹进去这么深的肉被刮掉，里面全部是骨头，看见骨头流很多很多的血。他摔下去那一瞬间，我下去很心疼，我就把他抱起来，所有的人围在旁边，他默默流泪，一声没有吭。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我说儿子，这是个考试，这是我要告诉他的一个问题。紧接着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到医院的过程里面20多分钟，我把他抱着，他在我肩膀上趴在我肩上默默流眼泪，我也在流眼泪。我的同事就拿这个东西帮他捂着，上面那个纸都已经透出来了血。到了医院，他缝针的时候因为不能打麻药，就缝。我就让他咬我的手。他咬了一口。他马上他送了说没事儿，他脸色都发白了。我就看着他，我
他就一直这么抖。嗯，我说儿子，我说我们会面对无数这样的考试。嗯，我就一直在旁边像催眠一样。嗯，并且我在告诉他们我这种东西。嗯，很庆幸的是那个骑了摔他那个人，那个小伙子来的时候满脸的愧疚。嗯，但是我跟我的儿子转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在你为什么做了，你做的不好。 他是满脸的愧疚。我们说没事没事，我们的交流来自于这是个考试。对于爸爸也是个考试，因为我看见我的儿子摔成这样，我的心疼，我看见我的心疼。当天我把我儿子拿回去带回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全部膜拜了我的儿子。很多我们公司小女孩，小英雄啊，我们那公司的小女孩没有找男朋友的说我等你儿子长大。我说那不行，那得多优秀啊。我觉得最强烈的是来自于孩子成长内心，你怎么面对所有的外在的事物，你是用什么方法。我认为回到一个最普通的层面，我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而从某种结果来倒推的话，我并没有上很多的学，是吧，我也没有很好的一个足够好的所谓的良性的优质教育。我也在成长当中有很多的怨恨和疑问，但到今天我认为我是一个干净的人。他需要学我的是我的思想方式。如今行走的力量又将启程，陈坤将带领更多的志愿者奔赴青海，开始第二段行走之路。很多喜欢他的影迷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才会拍出下一部作品呢。陈坤坦言，戏是一定会接着拍下去的，但是刚刚悟出一些人生道理的自己还需要多一些时间继续思考。其实不管是拍戏表演还是继续心灵的修行，就像陈坤书中最后一句话所写，行走只要开始就不会结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戏很不卖钱，但是我没有否定我自己是一个好导演。When people think you can't do something, it's perfect. Now you have to do less to win. 杨澜访谈录，为您奉献这些激励过我们的瞬间与永恒，与您共同飞跃，去体验一个时代的进步。出身于贫困，在名利场中爆发，又在得与失的焦虑中惶惶不可终日，最终通过心灵的探索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一切。这听上去似乎是只属于陈坤的极度个人化的体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未尝不是一个快速发展又心浮气躁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好在更多的人已经开始了心灵层面的追求，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到达什么样的境界，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行走。好，感谢你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所以就是对演戏这个事儿来说，你只挑自己有兴趣的，你不会为了拍戏或者为了怕别人忘了你而去选一个角色。对对，要忘早忘，早晚也会忘，只是今年忘还是过三年忘不是一样吗？我只不过多赚了三年钱而已，对吧。那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最不应该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忘记。可是其实做演员最怕的就是被人忘记。那我偏要学不要害怕被人忘记，这个是早晚的事儿。